好可爱。想干嘛？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动物咖啡馆，他们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动物园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有各种猴子啊，那种小浣熊啊，军舟里面有一个小狮子，还有蜥蜴啊，一些蛇啊，那些比较偏爬虫一类的一些比较异类的动物，感觉这边挺适合小孩子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邻居的孩子啊，包括我自己的儿子啊，都带上了。 Let's go。Come with me. Come with me. I do coffee drink. Okay. 这边是没有吃饭的，所以它只有咖啡啊，包括一些饮料啊那些。但我们午饭没吃。Can we take some food outside? 带。Okay. 蒙刚，那我们先点一些饮料吧。Apple juice. Apple juice. Apple juice, 你买。然后在这边其实就是你只要点一杯饮料啊，你这边的所有动物你都能跟他们一起玩，所以说你来几个人就要点几杯饮料。然后饮料刚才大家也看了，差不多在75度到95度左右吧。哇，猫头鹰来了。 Can I take it? Yes, you can try. 哇，壮真好多。在这边就是你所有的动物你都能玩，然后你只要花个75度到95度左右，差不多也就10几块钱到20块钱一个人，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超值的。沙头好像能360度转耶。好肥呢。Don't touch my face. Don't touch it. Touch here. 哎呦，好凶啊他。Anyone touch it?轻轻摸可以吗？你这手感是不是很特别？嗯，就是摸真皮的那种。对。摸羽毛都摸到皮的感觉。我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很细，很有质感。对对对对，很高档。这边。应该是所有的动物都能拿出来玩的。这个是我在上海也养过的绿鬣，很大的一个绿鬣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就是上次我们宠物展看到可以卖的一个猴子。这两种猴子应该不一样，这个有点头发是白的。哦，这边是，这应该也是猴子。这种这边小猴子很多，看上去还蛮凶的，但蛮可爱的。什么东西都要拿，强盗。猴子。哇哦，这是小宝宝猴子吗？嗯，看他的脸，这里他们不会咬人吗？哇，一般的。他的尾巴好长啊。他们咬人吗？不咬人，他们吃素的。你喜欢猴子还是喜欢蜥蜴？还是喜欢猴子吧。单去看乌龟。哇哇，这一只小乌龟。那边还有一个更大的。哇哦，它就要往我这里来的。它不咬人的。我的天，好大。你可以摸它，它不咬人的。它不会咬人的，你可以摸它的壳。它是吃素的。爬得好快哦。对。它吃素的。哇，来来，妈妈看看。那只更大。哇，那只更大，我们去那边吧。完蛋了，我一碰那个乌龟，就缩了。这边好玩吗？好玩。
什么都好，不是就是没有什么都好，真的好不好？我把你扔在丛林里面，你去野外生存吧。其实这些黄金蟒我们之前在宠物展都拍过，其实蟒都是蛮温顺的。嘉义来把我拍两张。手工，我就是肉嘟嘟的。这手工，你看人家。其实小孩子到这边来玩其实挺好，因为我们在国内如果养这些的话，很多都是一些 illegal 的，都是非法的，但在这边你可以自己去触摸它，因为这些我们在国内小孩子可能很难去接触到这些。正常的话养爬虫这边是没有味道的，这个不是爬虫的味道，这个一些都是一些哺乳类的一些味道。我的妈呀！他不会咬我感觉吗？不会咬，伸手，伸手这样，对，伤口是。不要不要怕啊，他不咬人的。哇，重不重，宝贝？重。转过来，妈妈看看你。凉凉的是吧？是的。哇，他在干嘛？哇，哎，你看他在看你。哦，好可爱。好可爱。他要干嘛？刚才闻闻你身上有没有蛇味道？你身上没有蛇。你胆子好大，昆汀都不敢碰。我都敢碰了。那个蛇看起来很喜欢我吗？什么？那个蛇看起来很喜欢我。因为你也是属蛇的嘛。你爸那条很漂亮的哎。黄金蟒。对，你爸那条很漂亮的哎。这边还可以卖的，上面都标价的。For sale？ This for sale。一条小玉米1500株，差不多300人民币左右。其实还好。你没追他吗 ？Yeah, really？ 他们里面在繁殖，在 make baby， 所以我们就去不要去打扰他们。吃饱，消毒水呢？消毒水呢？那个，他对这个卖家毫无兴趣。妈妈，妈妈，哈哥，这是我的。这个，好好玩。这些动物其实我们平时只能在动物园里面隔墙观看的动物，我很多，我们现在都可以进去。No！ 我这个怕是要死。臭鱼都干嘛？臭鱼。他这么高湿。我们去玩下一个动物吧。想摸它摸。哦，这个猫。没有。那尾巴你看舒服。我很舒服，摸起来。热热的。这空的。我刚才以为只有那些。蛇啊，那些那个叫什么，那个蚁冠啊，包括一些我们看到的那些陆龟，然后它还有隐藏的物种，从小房间里面爆出来的。其实这个我从来没有摸过这个无毛猫，但是它摸上去的手感是跟那个蛇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热热的。蛇是冷血动物嘛，然后它是热血的，所以说它身上摸上去热热的，然后。还是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，但是很短很短很短的毛，就感觉像那种刚被剃完毛的那种感觉。
哇，刺猬。这么肥。这不是刺猬。这不是刺猬。咦咦。我还要按这个吗？老板，按这个吗？它就往这边先穿，不知道，它就往这边穿，就不动了。好可爱！一摸还抽一下，你看。大家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物种吗？它跑到那边就一摊，就一摊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物种。北京 ，You like this？ 我来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野兽 Q。啊。看，你看，看，看，看。小飞嫩，好可爱。小坟墓，它看上去像刺猬，但不是刺猬，毛毛的像，摸上去像猫咪一样，猫咪狗狗一样。它摸一会儿，后来就走了。没人摸它，它要换地方了。我好喜欢摸它呀，我想一直摸它。它想出去。哦，它吃这个。哎，这个不是我吃的吗？哎，都发。耶。好馋啊！哎，我们以后长期生活在这里，因为是猫了。他手上的那个纹身就是这只猫，所以我看到他手上有好多好多那些动物的纹身，可能都是这家店里面的一些小动物。对，你摸那么一杯的。刚才他给我们看的那个是他的老婆，已经怀孕了。That's baby. Yes, 爸爸。手机里面那个照片就是他的孩子，他已经做爸爸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大家都哭了。去往车室里。待会我们要见一下这个干脆面菌小浣熊。我以前在动物园里面有一个小浣熊，然后我给他都差点把那小浣熊给拎出来，但是没有，从来没有零距离接触过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干脆面菌。干脆面，干脆面。哇，这么大头。OK。 哇，想干嘛？I like it, man. 拜拜。